咁欢迎嚟到呢个 full 嘅 presentation。你觉得巴士可以为你带嚟乜嘢呢？可唔可以为你带嚟女朋友呢？女朋友呢？女朋友呢？点解咁中意巴士呢？香港巴士究竟系有咩咁有趣呢？点解要用钱去买，而唔系买芒果，而唔系买芒果？因为我从来都唔会认为自己有女。点解咁中意巴士呢？香港巴士究竟系有咩咁有趣呢？巴士呢样嘢系细个嗰阵时自己中意落去咯，只可以话。所以因为南区响14年之前系冇地铁，16年之前冇地铁。咁日細個日日喺度坐車咁坐到我比人痛啦。我點解中意打機啊？但我细个嗰阵时候已经开始打机啦，觉得游戏好，佢就系可以带俾你一种成就感，带俾你一种 trial and error，都话好似俾你谂下，同埋有时一啲游戏嘅 story 啊，好似 Celeste 嗰啲游戏啊，系好 interesting 嘅，所以我就越嚟越中意游戏咯。咁啊，我想问什么下这你个啦，名字？如果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完全唔存在嗰阵时候，你会选择乜嘢，同埋你会有咩谂法？公共交通工具完全唔存在啊！我自己会拣私家车。我咁而家到第二条，咁有冇试过打机得罪人咧？即系唔系单止讲错嘢啊？屋企人啊，或者朋友啊、同学啊咁。系绝对会嘅，咁啊有时可能你玩得太多啦，或者可能即系话对屋企人嚟讲，可能系你玩得太多啦，可能系你冇听到佢哋讲嘢啦。喺上网打机咧，你系真系好紧，系好细嘅嘢都可以令到人哋好嬲嘅，好似人哋开外挂，跟住佢开外挂，觉得自己好劲，跟住你一枪劈死佢嘅话咧，咁啊佢都嬲噶，所以。可以系你劲过佢，佢都会嬲你。其实即系话，都系嗰句，网上面咩人都有，所以系会得罪人。咁啊，我就想问下你啦。当你知道某一个几光头下嘅老师咧，同你有一样嘅兴趣，你会觉得点咧？有咩感受啊？冇嘅，咁香港都好多巴交啦，有咩咁特别咧？不过老实啲嚟讲，其实我哋话系多巴交同埋其他交通工具嘅嘢。咁至于有关嘅老师嘅行为咧，我就唔多作评论啦。好，咁第三条，咁点解要用钱去买游戏，而唔系买芒果？用錢去買一個遊戲，你係買緊一個 experience，所以好似點解你會嘥錢去坐纜車啊？點解你會嘥錢坐纜車而唔直接坐巴士去一個地方啊？點解你會嘥錢去玩笨豬跳而唔去買啲書嚟學咧？咁啊，其實即系你中意有嗰个经验喺度，係即話。你买一个游戏，你个目的就系可以享受。咁啊，我问下你啦。几个月前吧，某一个巴士站咧，就俾人烧到得翻只架喺度，你有咩感受啊？修正翻先，系港铁巴士嚟嘅，港你铁巴解士啊，释啫。我知。好啦，我冇感情嘅，因为嗰架车垃圾车，就是、完全冇感情，我中明意白，点都唔想送，可以拜拜。从来未搭过巴士，港铁巴士完全唔知系咩感觉。
咁好啦，咁我而家引用下一位老师嘅名言。咁我哋大名鼎鼎嘅林清唔知乜嘢老师咧，就曾经讲过一句：网易会消化人，融化人嘅脑啦。咁就想请问下呢位先生有冇话？冇，完全冇。有系有试过玩嘅。记得之前第五嗰阵时候好兴嗰阵时候，我就陪朋友玩一阵，陪朋友玩一两铺咯。跟住之后 Call Duel 啱啱出嚟嗰阵时候就 download 都玩咗一阵，跟住之后都查咗，因为对我嚟讲其实都唔系咁好玩。咁啊，我问你啊，你觉得巴士可以为你带嚟乜嘢咧？可唔可以为你带嚟女朋友咧？巴士会带嚟啲咩？根据学校相关人士俾我经验或者一般人嘅逻辑嚟推断，系唔会有女朋友嘅呢一句系废话。因为点讲咧，香港对交通有兴趣嘅女性人口系毕竟系多嘅。不过如果你问我佢会带到啲乜嘢俾我咧，咁我可以答你，可以带到回忆啦。可以帶到一種好開心嘅程度，有一種滿足感嘅感覺。因為其實一般人係唔會分嘅，香港畢竟有成起碼都有成咁樣巴士型號。我知道一般香港人係唔分嘅，不過如果即係自己知道嗰啲車有咩價值嗰時候，你咁。咁我問翻你啦，咁打機除咗有 experience 之外，仲會帶啲咩啊？有冇女？咁啊，打機係我咁同你講係有人試過溝到女嘅。根據我即係話，根據網上面睇 Reddit 係真係有人成功溝到嘅。我亦都係有祝福過佢哋嘅。咁啊，打機。除了俾你 experience 之外咧，仲有咁喺呢度咧，就因為大家我哋你哋兩個咧，都係你哋因為你哋嘅興趣係帶唔到女俾你啦。咁我哋喺呢度亦都祝福下呢個母女嘅團長，呢、這個90度鞠躬靚仔團長，早日溝到女同埋出夥。雖然佢唔喺度，鞠躬下先。你寧願擁有一架巴士，但係擁有一架女朋友。第一件事女朋友不是一架架，第二件事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選擇，因為我從來都不會認為自己有女，因為我從來都不會認為自己有女，因為我從來都不會認為自己有女。這是，其實溝女這些可以後話來的。很複雜的東西。好，那相信大家在社交網絡呢排都會係咁見到一句屬於某國嘅名言啦。呢個名言係 N 字頭嘅四隻字嘅，咁 V 字係 L 嚟嘅。咁簡稱就係、是、咁、那個意思就係你媽死了啦。咁就想問一下，有冇打機嗰時試過遇過呢啲人咯？係咁 spam 嘅咁樣。我會見到係。都話，因為我唔玩嗰啲好多台灣人啊，好多香港人玩嗰啲遊戲，我就未見過嘅。但係我網上面玩咧，係好多人爆粗，有啲人咧係作直接係做埋人身攻擊，係咁樣，係有時係好好嘅個 community， 有時咧就係、是、咧。是讓你很質疑為什麼那些人還會繼續玩這個遊戲，因為是 有些人是衰到他一個點、啊嗯、你有沒有想過去做巴士司機呢？你這麼喜歡做巴士有沒有想過、啊、有的，不過我在香港對於這些屬於藍領行業的對待真的不太好、啊，相信各位都知道我們這個學校有個臨時的老師，我就不講全名了，就戴著頭巾的，還有以前上堂都在講經講30分鐘，上堂就上5到10分鐘，我想問一下打機的時候
快，覺得呢啲人煩呢啲咁。見就未見過，煩煩就唔知啦，睇佢點啦。如果煩，如果真係覺得佢煩嘅話，我可以隨時撩佢。即係我唔會好介意嘅對於呢啲人，但係你問我煩唔煩啊 ？Chat spam 咪煩咯。有一個人曾經有一個飛機師曾經講過，佢有人問，即係佢會 consider airplane， 即係佢 airplane as a bus 啊，因為我哋有個 term airbus 喺度啦。咁啊，你覺得呢個係咪成唔成立咧？咁如果係用作比喻嘅話，都係有相似嘅價格嘢都。架架真車都係值幾，都係值五位到六到七位數字以上嘅嘢嚟㗎啦。咁情況下，咁你出嘅呢個比喻，但係我覺得如果你問我係咪真嘅話，我覺得唔係咯。即話你，我覺得呢個比喻係用得好好，不過我覺得呢樣嘢係真的。好，咁跟住嚟嗰句咧，我就唔係個原意就唔係我哋得罪天主教徒，咁就。请麻烦所有天主教徒俾少少容忍嘅，咁耶稣死咗啦，咁就从此呢个世界就有天主教啦，应该。咁你觉得打机嘅时候，即系你觉得打机呢样嘢会有一成？坦白啲嚟讲 ，JoJo 都可以变成一个教嘅话咧，咁我其实打机应该可以嘅。即系话你睇 JoJo 的奇妙冒险已经系基本上系一个教啊。嗯，咁我相信你哋都可以互相了解到对方嘅兴趣同埋有啲咩特别啦。咁希望你哋都即系希望大家都会对于佢哋嘅兴趣有更加深入嘅了解。咁我哋嘅 presentation 就完啦。